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叫伯克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的大力神的配件包，DK20 号的配件包，对，没错，这个配件包好像是从12月初已经就出来了，那这个话我从1月的话，我好像1月之前我先订个购，然后没想到1月结束了，现在等到2月之后才出货这个，对，对啊，这个大力神的配件包它等真的蛮久的，蛮期待说它到底如何有什么变化呢？好啦，我们废话多说，我们就来拆开看箱咯。一宿 ，OK， 盒子拆下来了，对，它的盒子的那些包裹内容就是像这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这个的话也是从里面附出来的配件，而这个就是装的说明书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因为我换个桌子，因为说我那个桌子是有点小，就说这桌子上的那些图案你就不要建议了。好，镜头转到我们那边，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嘛。这应该是他的头的那个脸部，就是说就是那个把它包起来之类的，对。而这个就是他这个尾翼，这个压是什么超是什么那个反铲式挖土机啊，这个什么配件吧，这个挡板啊，这个呢这很简单，这个就是装在这里的，这大力神的那个左臂。你看这个的话，左臂的话，这边有一些细节刻画，这非常不错。一些线条都做得比较好，有点像跑出来似的。这边的话有一个枪款枪塔，这边的话也有一个。还这个的话，脸部的部分做了一些细节刻画，做得非常不错。还有一些可用式的。Oh no！不好意思，飞出去。好，这个话就是它背面这个收拾器，没错。电影中的话也有出现到这个它从背后出来的这个情况，就是它的背后的收拾器。而这个呢，这是装在它下面的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个话阿旺再介绍，就是这两个排气管，还有枪塔、枪炮。最后的蛋蛋，首先我们这个嘛，就是大力神头部，它就关这个连接口，就是这个吸收口，把它做这个连接，合起来的动作。我找一下，合起来就像这样，哦，痛死了。对，还是可以搬，像这样。好，这个呢，接着我就把它合上去，像这样。哦，我先把这个搬开，然后之后再做个结合。好。已经合上去了，像他的脸整个包覆心都有，就是包覆连整个车头都已经包起来了，对，那整个包起来的话，头的话就比较逼真一点，变成逼真一点。接
接着还有附带这个大力神那个连接口，你只要把这个插进去，对不起，太搞纲了啊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要是下点功夫再把它直接装好，真的是这么容易的。好啦，接着我们安装这个部分，虽然太高了，这个样子哦、OK， 接着配件包组合之后就是像这样的样子，因为有些组装过程的时候真的是有些装都装不起来，那只蜘蛛快要装到快发疯了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，右手部分就是装了一些武器，像这个嘛，我等一下拆解之后再介绍，我们先暂时放着。好的话，对，下面已经多了两颗。OK， 好，上面的部分有加了一些翅膀，还有一些气管的部分。好，对，没错。啊，这个的话，它这个车头已经变来这里了。对，好，以上就是一些大力神一些配件部的部分。啊，至于配件部的那些待的方式的话，我来变变看吧。OK， 就是花了几个小时拆解的。好，首先哦，我们从密格斯开始看到，密格斯的话就是附带了一个武器，也就是变形。大，超级大炮，就是它那个三重连重炮，对，三重炮的一些外观、一些点缀做得非常不错，吼，真的做得很酷的，赞哦！而且是清道夫啊，虽然是说没有什么意思，可是稍微讲解一下，变形。好呀，我怎么这样？有些那个管子是因为太硬的关系啊。变形师啊，你怎么又跳出来啊？一些收纳部分。就算变成人形也可以变成一个收纳模式，两个翅膀就在这里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接着一些车，一些的话，对，就算这里还没介绍，我们先把它变成所有都变成载具形态啊，很小。 OK， 这就是载具模式，有放收纳的地方就是放在这里，嘿，真的很屌啊。至于的话，它可以变成这样，哎，对，这是一些收纳的模式，这个还有一些这个，最后这个，好，本次试完大力神的配件包，我觉得评说是说还蛮不错的，一些元素和一些有缺陷的部分都已经补齐了，玩得非常好。好，本次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不，影片就拍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部片的话，请在右下角订个阅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帮我留言分享。不过别忘要订阅我。好，我叫博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